陈宁，其实你并不希望来的是清河总吧？当然不希望了。如果是他的话，我对他所有的好印象都会破灭。姐妹们，今天小妍呢给大家推荐一款特别好用的面膜。面膜，对，就是这款嫩透肌底面膜，它不仅好用，而且又实惠。大家，看来他不会来了。好，你们最期待的宝贝马上就要上架了，让我们一起来倒计时，三、二，上货！谢谢。我之前问过我一个朋友，如果一个人做了坏事以后，他还能变好吗？你今天给了我答案。之前你给了我一份长盛五月份的婚礼名单，我欠你个人情。今天这短信就算还你了。你别再跟我解释什么，我也不在意你的解释。我们是在这儿认识的，能在这儿结束也挺好的，也算有始有终了。少少，你放手，你放开我。少少，你放开我。